美国总统特朗普喜欢打感情牌，不然一位从来都没有执政过的商人都能领导国家，还真是非常罕见。但是最近特朗普遇到了多位竞争对手，美国大使黑利，想必大家非常熟悉，在国际上臭名远扬，不过在美国却有着好口碑，很有可能是下届总统。其次就是希拉里，上一届竞选失败，这次还要参选，不知道这位能不能上演奇迹。特朗普的上台给世界布满乌云，凡是不好的事情几乎关系到特朗普，就像加拿大最近搞的那么一出。实际上特朗普充当着一号人物，不然加拿大也不会做出这么愚蠢的事情。就在前段时间，特朗普用一次深情的演讲再次感染了在座的各位，其中还提到美国与加拿大一直向往光明，加拿大无私奉献给美国带来了温暖阳光。的确，美国都不敢做的事情硬是怂恿加拿大帮其完成，加拿大也是愚蠢到家了，居然会听信美国的话，和他们第二大合作商中方作对。难道不知道特朗普眼中只有利益吗？盟友可以牺牲的，所以加拿大得罪了我们以后，直接取消了他们多项订单，其中庞巴达公司就被我们撤资10亿，甚至还禁止该公司员工来华。目前我国几乎全面取消了与加拿大的合作，这让加拿大的经济瞬间跌到了谷底。据悉加拿大一共损失了高达3000亿人民币，这就是和中方作对的下场。深情演讲难道能让加拿大破镜重圆吗？加拿大就像是热锅上的蚂蚁，而特朗普不以为然，除了在圣诞上的演讲以外，并未给加拿大带来任何帮助。或许这让加拿大第一次知道特朗普的为人。值得一提，新年之际中国华为宣布重磅消息，美国听到以后瞬间凉了。中国称正式扩大华为5G版图，尽管美国干涉见效，欧洲多数国家放弃了合作，但面对 5G 哪个国家不心动呢？况且华为销量已经超越了苹果，世界众多国家都愿意和华为 5G 合作，并且用实际行动证明签署了 5G 订单。就算欧洲某几个大国没有和华为 5G 选择合作，但是华为 5G 已经在全世界有了自己响亮的名号。美国之所以这么积极，就是因为担心华为 5G 已经在蚕食着苹果，所以美国才会出此下策。即便这样，全球100多个国家依然是认可我们华为的，这就是华为的影响力。一段时间以来，加拿大对中国的态度明显存在着严重敌意。去年4月，加拿大参议院投票通过一项涉及中国南海问题的议案，对中国在南海上的防御性基础建设万家指责和评论，称中国在南海的行为不可接受。去年年底，中国公民孟晚舟被加拿大非法拘捕，引发国际社会严重关注。今年5月，中国依法对2名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加拿大公民康明凯和迈克尔实施逮捕，遭遇加拿大方面的无理指责。当然，对于加拿大的做派，中方也给予了回应。去年的孟晚舟事件之后，中加关系严重下滑，中国对加拿大的油菜籽实施禁令，使得加拿大农业受到重创。而今加拿大又一而再再而三地到南海和台海显摆，不断挑战中国底线，已经到了中国无需再忍的程度。如此看来，中方已经到了军事、经贸、外交、法治等多层面对加拿大给予必要的敲打，看其清醒清醒的程度了。随着对中国游客的吸引力下降，加拿大的这一产业似乎正在遭受重创。据24日最新消息，申请加拿大10年期签证的中国游客数量比去年同期下降了将近一半。据加拿大移民局收集的数据，
今年一月和二月，中国游客签证的申请数量分别为1.97万份和1.67万份，远低于去年同期的3.60万份和2.31万份，降幅高达46%和28%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来自其他国家的加拿大签证申请总数却正常。除此之外，加拿大当地机构透露，中国留学生申请的学生签证数量也出现了10%到15%的降幅。对此，加拿大业内人士表示，这一情况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中国游客对加拿大的好感度下降。作为加拿大第一大服务出口行业，旅游业对中国加拿大经济的贡献约占2%，同时也为当地创造了不少就业岗位。至2015年加拿大10年期旅游签证落地开始，加拿大的旅游市场就迎来了中国游客创造的一波小高潮。根据加拿大公布的数据统，在2019年之前，赴加旅游的中国游客数量每年平均增幅近20%。到了2018年第一季度，中国已经成为加拿大旅游业除美国以外最大的海外游客来源国。但是显然，进入2019年以来，这一切都戛然而止。对于加拿大来说，中国游客的急降将意味着旅游业收入的下跌。数据显示，在2018年内，中国游客为加拿大旅游业创造了近87亿元的收入，人均消费规模逾10,000元。随着中国游客的减少，加拿大旅游业的收入也必将受到影响。曾几何时，加拿大旅游部将目标定为在2021年将附加的中国游客数量翻一番。为了促进中国游客在加拿大的消费，加拿大旅游部甚至还和支付宝、微信等支付应用签订了合作协议。但如今看来，在实现更高的目标之前，加拿大旅游业似乎已经走入了下坡路。